Hello，各位好，欢迎各位来到安迪游戏频道。今天全军破敌三国最新 DLC《八王之乱》10点就会正式开始。那我的那个保密协议就是到十点啊，它就是8月7号的晚上10点就可以对外公布。所以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所以我们就来直播一下。感谢各位到场啊！各位好，各位好。阿伯安安呐、啊，然后小苦苦安安，你是不是偷改名字？又有手了，没错没错。Ansel 我们安安，陈宇翔安，开始了开始了啊、哦！现在一个放松，什么事都不想做，感觉像废人，怎么回事？晚上在家休息不好吗？Chain A 人安安，烈火奇克斯安安，藤 Rex 安安，乌龟爬安安。ZZZ 兜兜安安，ZHC 安安，我打算先玩谁？我的标题都写了，我标题都写了，我图放那么大一个，还问我？林中汉安安，叶书红安安，终于跟到了，感谢你。QK Wolf 安安啊，恶补完八王历史了是不是？所以你要来上课了吗？八王历史我也只有看过一下下而已，然后没有认真很熟这样。邓建志，很久好久没跟到直播，真假的？我每天几乎都有开台。安安呢、啊？安安呢、啊？左手跟右手安安呀。今天再来拍个手，啊，我们来，我要习惯一下有这种 webcam 的感觉，怎么样？灵活的手指，对不对？今天是不是七夕啊？对不对？各位要在家里看八王之乱，好不好？八个王八蛋在打内战，啊哈。今天没有休息啊，因为今天是我唯一一个可以提前直播这个东西的机会。我这次终于不用跟一堆人挤在一起直播了，虽然说可能也不会有人直播的，毕竟三国现在退烧得很严重。那我现在既然有机会，我就提前播给各位看嘛。我相信还是有不少人想要买这个 DLC。那明天我会在中午的时候再上一片八王之乱的简介影片。大概就是那种10分钟的影片，那我早就剪好了，但是原本今天想要上，但我怕那个保密条款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还是明天上比较安全，以免之后我拿不到其他的 CD key，我们还是乖一点。芝麻安迪晚上好，熟熟吃安安啊，权力游戏上线什么东西？哦，了解。陈冠宇安安啊，七夕直播真有诚意是不是？你没男友爆苦力怕或女友什么鬼？你是女生吗？还是你想假假一波？上课就免了一堆司马看抛眼花。不会啊，实际上你认真玩八王之乱，你就记得起来这些人是谁了。我已经快记起来这些人是谁了，好吧？我真的快记起来他们是什么东西耶？玩久了就知道了。这也是蛮可怕的，就是游戏的教育能力也是挺强的，所以我还蛮喜欢这种。冷门题材，以后你就可以跟人家谈说，你看我懂八王之乱，你懂吗？你不懂嘛？对，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帮助了。来，七夕还是得在家里看直播，好吧？生病下班只好乖乖去睡哦。那病好了没啊？都要看我的手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早上已经忍不住买了，是不是？恭喜恭喜！会投票失利吗？这一轮打完再说吧。因为我当初社群票选，就是大家普遍60几趴到快70趴，觉得啊，我自己选就好了，就没有特别想看嘛。因为八王对于大部分来讲，你们是比较不熟悉的，所以对大部分来讲，八王他不熟悉，好吧。Caleb 安安啊，感谢到场。张建新安安，男友的手看不到，看一手。哦，我跟他讲过，努力怕拿四角，手在哪？八王你先出了没有啊？我跟 CA 合作啊，不要怕，好不好？你们明天晚上10点才可以玩啊，我早就可以玩了。我基本上8月4号我就拿到了，今天是8月7号，是。
对，我应该是8月4号还是3号就拿到了，我那时候就有稍微玩一下了。出去吃个饭，看看这边，我只能默默吃守着。孙子精英是什么东西？哇塞，有点安啊，那都是技能名字啊，我技能名字没有记很熟，真的没有记很熟。张兴龙安安，七夕特别早下班，假装去赶摊，怎么这么爱面子？对不对？不用啦，七夕不重要啦，对不对？一年那么多节要过。点阿吉安安，明天开始玩司马爱，希望瞬间能保佑。哦，他在那个瞬间的位置是不是？威廉路安安呢、啊？你的留言一直被吃掉。跟清明节差不多的节日，没错。在家看《八王之乱》吧。呀，我觉得《八王之乱》建模确实不错，而且它新的大众脸造型比较多，我觉得很像那种很像进化版的感觉啊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个画面啊，你看这个画面塞两个这个选择，就是塞两个选项，你不觉得这两边空白有点大吗？你不觉得应该会再塞第三个选项吗？有没有？我预测的有没有准确？对不对？你看这两边这么空，肯定会再塞一个吧？这样挤三个刚刚好啊，所以应该还有一个时代吧？合理猜测。有司马爱吗？有啊，有啊，当然有。遵守还是不错，是啊是啊是啊，我们还是乖乖来啊，十点我们再开始好不好。丁太安安议会有点老，假皇后我看历史上面写据说她也没有很漂亮啊。一居安安，明天找个帅王来玩。我觉得司马伟也不会不帅啊，司马亮是有一种老成的帅啊，司马亮也还不错，其他哪一个比较帅我就没有特别概念，我觉得好像差不多。这看起来年轻有没有？这个这是司马爱吗？忘了，还是司马月？武汉相争吗？不知道。国共内战是不是？行，这玩玩玩三国全军破敌二战这样，五胡乱华我不知道啊。我们其实也没有收到太多消息啊。拉达安安啊，我没有历史课可以跟你们讲，八王我不熟啊。那个豹纹的挺好的，欸，你看这个司马伟在这一张图里面，你看他的脸跟你们在我直播上面的封面看起来完全不一样吧？他这个脸看起来比较阳刚，我的那个封面他那个脸看起来非常的亚拉奈卡，司马囧是不是？我也忘记了，青涩的年轻人，司马爱是他喽，这个吧，还是他。记不起来啊。 ND 物安安啊，来了来了，感谢你。今天玩有什么特殊单位吗？楚国是我都已经讲了，司马伟就是楚王啊，所以他有楚国枪兵跟楚国剑士还是楚国勇士，我也忘记了，很强，我觉得那单位很强。陈正豪安安，越战呢、欸？蔡宇伦安安，怎么有视讯画面呢？就买来玩一玩啊。对，良辰吉日，天时地利人和，有一天可能会露脸，不过最近就先玩玩手手就好了，好吧？毕竟技术台嘛，技术台我们就是怎么样，快速的手速，对啊。不然像帅哥吗？司马伟挺帅的啊，你们怎么了？不要。嫉妒人家好不好？你看人家站在最前面，肯定是 Santa 的位置，好不好？人家站在 Santa 的位置，你不选他，选谁？我都记不起来什么王啊，好不好？不要，就是你们就补充资料就好了，然后不用太在意我讲错或什么，我记不起来，好不好？我真的记不起来。
我只记得他们的位置，我记不起他们现在是什么王。我只记得这是楚王，这是汝南王，其他我他妈都忘光了。女装安迪，真乃安安啊 ！Hank 安安转正职后第一次跟台，转正职，你转正职还是我转正职？露点也有签保密协定啊？没有没有，不要让人家太不要让太多人知道，今天人数好多，毕竟我们台很多因为看三国进来的朋友吧，对不对？我相信我的台后期最近加了非常非常非常多。想要打喜欢打这个全战三国的朋友，而且前阵子三国其实已经有点腻了，那最近出了新的 DLC， 我相信这一两天应该还是蛮多人来看的啦，但大概我猜撑不到一个礼拜吧，应该又会回到原本的人数了，好吧。鸟头看看，没有鸟头给你看哦。当苏喜安安啊，绿色旁边是河间王哦，司马勇吗？忘了，还没开的人数已经破200了。我想起那一天，5月23号还是28号，三国上市那一天，我们光等待的时候就已经500多人了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等待人数就500多人了。当初刚上市的时候，李宇阳安安、明阳苏安安、亨十一安安。国王第二个 GG 了，没错啊，第一个死的是司马亮，是不是？对，第一个好像是司马亮先挂的。所以司马亮是最难的，上面的难度啊。司马颖哦，啊，我都记不起来。啊，不要纠正我到底哪一个王我念错了哈，不重要哈，这不重要，好吧？我们慢慢记啊，这个真的不熟啊，真的不熟，我没有熟读八王历史，我没有熟读晋朝的历史，所以你们就尽量在聊天室补充就好了，好吧？你来看我翻车了。你从大学生毕业转正职哦 ，OK， 工作啦，对不对？入社会工作就是人生的开始，好不好？人生有一半不止哦，人生我觉得七成时间都在工作啊。你也是三国进来的，不过之前看我玩 Anno 超血的尿 ，Anno 我也是第一次碰的系列啊，所以正常啊。我第一次玩游戏我都不会练习就直接上来啊，我是堪称对不对全 YouTuber 唯一。啊！不练习的实况组，上次还被一个观众刁嘛，对不对？说他妈的我玩那个什么 XCOM 2，竟然不练习就来玩，哎，我喜欢啊，对不对？我喜欢不练习就玩，怎么样？咬我啊！陈俊元安啊，对啊，很多人都是因为三国进来的啊，我可以理解啊。八王刚好抽两桌，大汉超级难玩，大汉可以玩大汉啊，骂的是不是？Kelvin 安安啊，翻车底是吗？尽量不要翻啦，尽量不要翻。Anno 要出新资料片，可是我看那个资料片内容没有什么。司马爱人生算是比较传奇的中王。想去我家玩三国。安迪难度没错。2468安安，我没有喜欢血尿啊，我都认真玩的好不好？我都很认真要赢的。那个翻车跟我没关系啊，不是啊，我说那个翻车有没有？就是马有失蹄嘛，人有失足，好吧？正常都会这样啊。哎，我被呛不练习是 XCOM 不是战锤，战锤谁呛我不练习？有那就来单挑，好不好？一挑一，直接开网站，战锤他妈的有意见的来单挑，好不好？我种族随便你选。一挑一，不要嘴，好不好？不要嘴。我战锤是有自信的，可以吗？亚后势力，汪瓦斯克安安，李佳庆安安。那我知道骂德啊，骂德好像可以玩一些没办法玩的阵营嘛。一进五帝封了27个诸侯王，是啊。我在说 XCOM 2的事，没错啊，克雷斯安安。甲后不能选啊，甲南风不能选。不是章鱼哥啊，就 XCOM 2啊。资金条最大没有啊，就正常 rank 好不好？正常 rank 设定对战，少在那边跟我废话。当初
当初三国刚出的时候，我喷他的对战模式，然后还一堆人跟我反驳，我叫他来单挑，每一个要打的，但每一个能打的、欸。那时候三国我就喷他，我就说他对战模式是大变，好不好？我到现在我依然跟你们说，三国对战模式就是不好玩，好不好？有意见的，有意见就单挑。干，那时候刚出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三国对战平衡就是做坏了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竟然有人跟我战，干战一战，我叫他出来玩啊，不要啊啊，在那边推脱我也是新手啊，你去你的。龙城又安安啊，啊，没气啊，没气啊，分享一下心路历史好不好？心路历程啊，就是这样。我跟你讲，不是跟许褚有关系，也不是跟司马有关系，那只是我举例而已。我觉得那个影片我没有讲清楚，对，就是他的对战平衡不是因为那两个很强，所以我觉得他很难玩，而是他整个设计的平衡都有问题，全部都有问题。网易要接手了没有吧？网易只是负责中国那边的发行吧。俊阿安安啊，第一次看台，欢迎你啊 ，Mary Pretty 安安。王朝模式有多人啊？我搞错了，好不好？我给各位看一下，是我没看到，是我的问题。这里你看哦，它这边有分战役多人游戏跟战斗的多人游戏，然后你战斗多人游戏进来可以按主持王朝模式，好吧，这边就可以连线了。啊，是我讲错了，我已经有补充在那个留言区了，所以呀，我一开始没有发现，上面还有人在玩呢。来，王朝模式，好，你要点多人，你不能点王朝，你王朝进来是没有人的。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些都是实况组啊，哎，干，我有排名哦。什么鬼，我上次就玩一半而已耶，我还有32名啊，我才玩一半就跳 game 了，我还有32名啊，啊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贝安安呢，这世勋大学安迪的大小老婆吗？是是是，我觉得许褚改不改是一个问题啊，那个倒是另一个问题。我可以闪他，好不好？我可以闪他，这没问题。但是他整个玩法很怪，他们的领主设计比战锤还要强，我觉得这不行。那个 Water 安安赶上直播了，恭喜你！赌城包邮也忘，我已经补充了，好不好？我已经补充了，我都已经补充在留言区了，我觉得没有用啊，我不可能下架影片，好不好？我不可能下架影片，就这样。做错就做错了，我就是补在留言区啊，没看到就没看到啊，我没办法，就做错了嘛，我已经承认错了，我也补充了，但是不会每个人都看到啊。王朝玩到第六波我就不想玩了，我就退出了。天童安安啊，900%电脑会爆炸。Mr. 十二先生加入安迪会员行列，但这应该是重复订阅的部分，感谢感谢，那应该是自动续订的提醒。好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新会员了，好吧。我觉得修数值就已经很重要了，你不觉得那个技能上面写 900% 这件事情就有问题吗？你不觉得 900% 500% 这个是看起来很像乱做的？我说真的，你不觉得像乱做的吗 ？Marco 安安啊，多十点就十点啊，急什么？你全网你全部往上也只能看我玩啊，急什么？对不对？要不然你就只能看那个外语台啊，英语台啊，中文台就只有我能看而已啊，我就十点在播、啊，不急不急。1.2 我不知道欸， 1.2 应该要明天吧，他应该没有那个吧 ,beta 吧。我就说他数值看起来就很膨胀啊，我就觉得他没有真的设计的很精妙啊。你的超级游园不能使用什么？竟然最重要的功能坏掉了，这样不对吧？
还有五分钟表现手速，文明啥时回归？很难哦，游戏真的太多啦。我那个什么鼠疫二的那个 Winds of Magic 也上了，野兽人的新的 DLC， 那个鼠人鼠疫鼠疫二最新的 DLC 我应该会买啊，我也想找时间播啊。我们战场女武神也还没打完，我们的 XCOM 也还没打完啊、哦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没打完？哎、欸，忘记了。接下来还有那个黑相机棉兰号，我也想玩。还有那个今天刚出的那款四叉 game， 那款叫什么？我也忘记了。魔幻纪元哦，那个我也还没玩。太多啦，文明我怎么有时间呢、啊？风中漫晚安啊，洗澡去，等你回来 ，OK 的。啊，对，章鱼哥我也还没玩完，对，战锤我也还没玩完，我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玩，好吧？这周我为了要播这个，我这周为了要播这个八王之乱，我连星期三的休息日都已经来播了，很血尿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道我今天剪，我今天那个 1.2.0 的更新是我昨天晚上录的，然后今天上班偷剪辑耶，我。偷剪辑，我花两个小时，赶快偷剪出来的。感谢 QK Wolf 30块，来看看今天哪位王抢先进入加入英灵殿。OK 啊 ，OK 啊，剩三分钟。看啥都没差，反正我看有血尿的。木精灵有吗？什么意思？哦，还没玩木精灵啊。战锤我战役玩没有很多。在直播公开这事好吗？没什么不好的啊。啊，就没事，不是啊，最近没什么事情啊，我事情又做完了，我当然是做自己的事情啊，不然嘞发呆哦。台风天放假的话，就提早开啊，会吧？全职 YouTuber 我就饿死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频道的收益就没有高过我的薪水啊，我怎么可能会辞职？合一记录打完了吗？没有，没空。合一记录应该也就那样啦，应该也是一下就打完了。会敏感字眼不能出现，是哦，我还不知道、啊。没有，今天玩司马伟，好不好？今天玩司马伟，我已经说了。左龟天命安安，丹立邦安安。我觉得八王之乱，你真的让我讲，他有没有比原本好玩？我觉得它比原版好玩啦、啊，啊，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想。好、哦，我没有收 CA 的钱，你们看那个王朝模式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你看那王朝模式，我根本喷爆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必要帮 CA 说话，做得好我就说好，做不好就说不好。我没有收钱工商这件事情，我根本没钱收，根本没钱，我是免费帮他们行销的感觉。有啦，就送我这个 DLC 啊。我右撇子啊，右撇子。陵南雨安安。其实我觉得他把八王新增的系统套回原本的三国就好了，根本不需要出这个。好了，十点了，解禁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哎呀，八王之乱。司马炎，我看一下哦。司马炎是最简单，然后再来是司马炯、司马艾、司马颖、司马约、司马伦、司马伟、司马亮。我们今天玩司马伟，好，我们今天玩司马伟。司马亮我有玩过一下，真的还蛮难的。然后司马伦的话我也玩过一下，也还好。司马伟今天来玩，好吧？让敌人感受我之愤怒。好瘦，司马伟、我正常体可谓性如烈风。正常身材，若是有人胆敢祸乱晋朝，他定是不会轻饶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的手挡住这些东西了。那、啊、我没有地方放我的手，哎，小一点哦，变好了，没地方放手，我把这个遮住。啊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这样看起来不错。好，这样。司马伟看一下哈，他有一个全势力加10点近战伤害 10%， 单移动距离加 15%， 补元速率加 10%，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战斗型武将啊。司马伟
什么狠力将领，是不是？他从这个位置出生啊，这个好像是元素的地方，有没有？干，所以他的这个兵才长得很像元素的那个元素的那个特殊单位，楚国长枪兵跟楚国步兵，这两个还蛮强的，这两个还蛮强的。然后征兵建筑犒赏士卒，还有什么满意度线上礼品哦，还可以线上礼品，狂热度可以会影响其他的外交态度，然后狂热度会随时间消退，像董卓啦，就像董卓。我们玩演绎模式啊，因为演绎模式比较能体现他的将领区别，然后双传奇好不好？双传奇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调难度啊，我游戏买来就只能传奇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阿佩佩安安呢？感谢到场。我知道，我是说他位置很靠近元素。若单是如此，岂可统御四海？叫人灿烂。没有看过中文的吧？善治之人是为太平天下。没看过中文的预告吧？还是暗怀私心。表情很生动啊！堂堂政令之下，是否包藏兵祸？我等是否应当听令？对，他字幕有点消失太快了。诸侯众王是为黎民苍生。他字幕做的比我还烂。这点我觉得还好啦。还是一起撕。哎，这点比三国好多了，好不好？杨瑞晚安，庄炳汉晚安。耶！哦，帅！有安迪手，没错。不言而喻，不言而喻，一目了然。白眼安安，必须如此。假皇后，假南风，但我觉得脸很好看啊，比三国好多了，好不好？则我亦不得已而为之。温馨安安，暴雪，暴雪是真的做比较好了。武帝驾崩之后，成功合作金人，不要怕，实力好不好？武帝之子实力，一堆人嘴我，对不对？有人认为那时候播三国的时候，一堆人嘴我，嘴到 CA 跟我合作了，感谢、啊，感谢这些人嘴我，嘴到我人气这么高，啊、没有啦，我也是边，我还是边缘台，好不好？我现在频道也没几个会员，然后观众订阅也没有很多，真的没有很多。啊，过气之后又没人了。如此局面难。主公如今重任在身，应当护国讨贼，现在是时候出兵了。田雪落花安安，河水相隔，而魏冠族聚合谋反，我军必须讨伐此贼。魏冠，洛阳皇都岂容此等宵小之辈放肆？必须将其铲灭殆尽。司马亮正在东边招兵买马。陛下有旨。陛下有旨，命我等擒拿此贼。司马亮虽然不可小觑，但我杀之亦如倾东海以助迎绝。你看他的脸，天下乱贼后，司马伟的脸很有戏。主公还应进一步确保晋朝江山安稳，无论代价如何，是安都要维持官府的强力统治。主公是进士封人，没有不从之人，敢有不从之人，哦，敢有不从之人，接近除之，接近除之。很好看，是不是？好看就要来多看，好不好？第一个任务铲除叛贼，然后这次取向模式在这里，明天中午会上片做介绍，各位再去关注一下就好了。
好，我们今天不多做解释，反正就是你拿这一个武力取向会去加上面的数值，然后数值每隔一个进度就会增加下面对应的能力，就这样。好，没有很难，来吧，来哥哥安安，萧剑成安，看一下哦，现在我要干嘛？哦，对，我要打卫冠。第一个就是卫冠，第一个卫冠马上就要嗝屁了。进攻！进攻！好了，第一场就打给各位看了，好不好？虽然说其实战斗部分我觉得没有差异太多了。大晋必要屹立不倒，必要繁盛万世。为此，哪怕是手刃血亲，我也在所不辞。他们如同蚊蝇般吵闹不休，我已忍无可忍。时机与我的耐心皆所剩无几，该当出马了。司马伟，只有工兵屌虐一波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新的单位。虽然我觉得他跟那个元素的那个叫什么，我有点忘记了。这个啊，楚国长枪兵啊，干这爆炸猛的，就很强哦。我实际上对到这个单位的时候，我用弩兵射他都不太痛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这是楚国步兵，好，这个数值各位去看一下，那个护甲超级超级重。然后铁甲骑兵新单位，这是新增的，这个在三国时代也玩得到，铁甲骑兵，好不好？这个在三国时代也会有，啊，你们点那个科技线就会点到。速度53，啊，然后护甲也是重护甲，穿甲伤害 ，OK。司马伟拿个斧头，脸跟他的立会一样，长得不太一样，不过好多了，好不好？已经有点像了，啊，已经有点像了，这个建模已经可以了。司马伟的破甲伤害来到1444，还不错啊。啊，公孙弘就啊，算了，就不用看他了。啊，来吧，就这样。迪欧里朵安安啊 ，EC 够安安，虎贲军对不对？虎贲军，我也忘记了。对，虎贲军啊，记不起来。好啦，就这样子啊，没什么特别的，也应该说就是这样，好，也没什么难理解。这不是等一下冲一下就死掉了吗？还布阵有没有？披甲铁骑，对对对，就很像虎贲军跟左军战士啊，就很像那个东西啊。可是这一开始就可以真的，他现在把那个很多兵种的那科技线都往前拉了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了。剑士准备。好啦，这种展演性质的，我们就是稍微带一下画面，这样有没有？啊，帅帅帅啊！反正第一场嘛，第一场这对面就是被屌打而已啊。太好了，逃过，鼓起勇气，使劲杀！国军伏兵已暴露。哎，谁准你射我？铁骑准备完毕，准备开战。哎，小子，开玩笑是？杀！赢了，秒杀！准备开战！玩到哪里？刚玩而已啊！我把卫冠杀了。好了，其实也没差。哦，那就这样。就弓箭手两队而已，怎么会不赢？哎，我还死了三个铁甲骑兵哎，很亏哎。那新的特效还是什么？哪一个？你都喷血吗？喷血就血包啊。气焰大圣，那就
血包啊，花钱买的，60块啊，我忘记了。快滚回去吧！快滚回去吧！铲除叛贼，你未冠，你这个叛贼。假皇后出来啦，这个 DLC 就会很多假皇后派给你的任务，然后他很多任务都会有息息相关，就是前后连结，所以我来看一下要点哪个好。心灵取向加二哦，我们做心灵取向好了，因为他每回合会扣那个武力取向，我不要选武力取向，我们这次玩心灵取向，就是研发速度会增加的取向，因为武力现在不太适合，武力现在每回合会扣这个取向分数。那任务接下来就是叫你去盖那个建筑 ，OK， 就这样。画面有点糊，没有、啊，就是这样啊。那个画面就那样子。动态画面本来就比较糊啊，你要求多清晰，就是这样子。没有，应该是动态画面之类的吧，没办法，我已经调整过了，它就是那样。我已经换过电脑啦，我这电脑已经是算顶规了，但是它还是那就没办法了。归我军所有了。它就是动态会模糊啊，那个跟传输量有关系的、啊。可是如果我把传输量开到什么几万，你们又看不到，就是你们会跑不动啊。所以我不可能把传输量开到什么2万。我就开9000啊，因为很多人是用手机网路看的，所以不可能用很高的传输量。我看一下啊，满意度加3，这个公孙弘当我们军师谋士啊，然后我们朝廷一片欢乐融合。你看我们的老爸司马炎好不好？老爸司马炎，我记得其他人，我们唯一可以看到三国进来的人物应该是。可以看族谱吗？我忘记要怎么看族谱了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反正你唯一能看到的人物就是司马懿啊，没有其他人了。快点！司马懿是你唯一可以看到的三国人物。然后我们把这个什么齐胜招进来。心怀忠正。这样我有多少钱？1000，还剩1910哦。满腔热血。台湾 Danny 安安啊，各位好，太多人了，我就不一道好了，因为会很拖时间。你看现在像是楚国长枪兵这些都很快就可以增的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792、2001啊，这一开始就可以增了，我记得之前是不行。他有把那个很多科技线往前拉啦，然后包含新的弩骑兵这些，都往前拉。在家族页面，好啦，我等一下再看看吧。我先招个，弩兵，来，快没钱了，先招2队好了。科技树，新的科技树，我先点5人世家，这个可以减重新部署跟重新招募成本，然后解锁3个步兵。那我看我应该是没钱了。上用还可以盖东西哦，武器方先不用了。我忘记装那个护甲了，我装一下护甲。请下命令。哇，这么多饰品哦，看一下，智谋加6，等一下。这给你装，公孙弘给你。然后你呢？决心加4。我没有任何的随从。靠，这么衰。也没有马啊，那就给司马伟拿弓箭吧。哼。我一开始扔到的竟然是弓箭，是不是？然后来看一下外交啊，有贸易协定可以签哦。看一下哦，耶、yeah, ，有司马迪耶，这不是我吗？呀，我是跟 CA 有合作的啊，好不好？我跟司马迪来谈个汉王，我跟他谈个贸易。如此甚善，我跟司马迪谈个贸易啊，毕竟都有个迪字，我们就一起吧。大包抢戏，没错。你对后道有什么意见吗？这很合理。科技树好廉价的感觉，反正玩看就知道啦。互不侵犯哦，我看一下，司马颖、司马迪，欢迎。互不侵犯还可以再跟他要一笔小钱。
下一回合好了，因为我觉得步步侵犯可以晚一点签，这样对他的影响力比较高。嗯，上用这个钱我先不升好了，可是你好，先不要升好了。我们等一下把这个什么，这是谁啊？我可没心情。长安王田本，好，听起来像日本人。长安王先杀掉。司马迪打他，干嘛打他？有朝换呢、欸，是啊，陈彦博安安。可选势力只有八王吗？是，没错。普慈被灭掉了，司马伟出兵灭敌，第二个任务，击败两支军队或驻军，我的狂热度会升高，武力取向会加10。OK。恪守职责。我看一下。正在行进。好了，我们过来这里吧，然后登个兵，登个什么嘞？登个剑师，然后增个弩兵，好，我们先把兵增一增，房子到时候再说，先不急，不急不急。啊，这一回合应该也就先 pass。有没有夷州王嘞？超多王，好不好？这整个地图都是自称什么王什么王的，我给你看一下，我给你看一下。明天介绍影片就会有讲这些东西的啦。嗯，我看一下，好，给你们看一下外交这里，汝南王、成都王。晋啊，大晋啊，这是跟大汉一样的地位，应该是。然后南阳王、江陵王、陈雷王，不是啊，陈留王呵呵，江阳王、汉王、巴王、长安王、顺阳王、裴陵王，干超多王，妈的每个都是王啊，很王很多，很会很会。待时而发，向前进军。全部都是王哈、哦，可以可以，很行很行。看一下哦，剑士好贵哦，剑士好贵哦，先不要争好了，先继续跳回合。我要先去打那个，为什么可以先玩？因为我老子跟 CA 有一腿啊，对不对？你跟 CA 有一腿，你也可以跟他玩啊。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家伙竟然躲在这里，母汤哦。嗯，田本，田本，欸、靠腰。注意，我看一下长安城里面有什么哈、哦。那我可能要再等一回合比较好。所向披靡。先伏击，然后看一下长安城里面。那、啊、长安城里面也没什么兵，这应该可以，但是稳一点啦，我们再等一回合。那再等一回合。司马亮要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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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晋王要哎呀呀，完了完了完了。原本怎么？哎呀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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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不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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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晋向司马囧宣战，敬意问题。皇后侄子不是什么东东，然后打。打他一顿的话，皇后会不悦，失宠。干，这全部都是不满的。威望减10，大晋外交关系减10。强力反对会失宠，强力反对啦，妈的！满意度全部加，去死吧你！盛怒之下，必行大义。盛怒之下，必行大义。哎，干，摸不到他哦。哇操！燃遍天下，干亏耶！妈的，这真的是亏啊！来签个互不侵犯好了。欢迎，请进。我怕司马颖突然打起来，因为我们这一次，我觉得我的策略是往东边先平定，所以我们先不要跟如你所愿，我们先不要跟这边的人交火，好吧？我下回合过人要等一段时间，什么意思？我过回合特别快啊！司马迪如此甚善，司马迪越来越怕我了吗？没有，干，18点。你的铁案不错，武器打他一顿。刚刚显示摸不到了，没有啦，就是反正再多等一回合嘛。干，那个司马亮是要跑过来，不要跑过来，拜托。
为什么走路那么快啊？你就点那个，你就 R 按一下就好了。啊，按一下就会变快的。然后那个什么改革完成了，我们来点下一个。然后我来看点什么，满意度加五也不错，点满意度吧。听命！我操！拿起武器！不管了，我要打，略胜一筹，略胜一筹，略胜一筹。释放怒火，消灭敌军，略胜一筹而已。点燃激情，痛击敌军，烈火燎原。我看一下下一回他不会跑出来，好了，先堵他这一波。然后司马亮，我看有点麻烦。司马亮离我应该还有段距离啊，理论上应该也摸不到我。先升一下这个农地好了。我现在跟司马亮交火而已啊。军事通行权。很高兴见到足下，都很穷啊。嗯，对对，他改革很像黄巾军，没错。来说说你怎么想的吧。议和，合作就是臣属啦，去死啊！你这死，不识好歹。二技术太随便了吧？你先玩了再说吧。明天玩看再说吧。我觉得没有玩到后面，我不敢说什么随便不随便这种事情，就是玩过我们再来评论。那他冲出来了，打吧！休要浪费我等赤子之心。哦，对，有装备可以装哦，我忘记了，没关系啊。足下所言如醍醐灌顶，如此便当上阵，如何？你还真是无聊，来啊，我还等着开战呢。嘴炮狗哦，哎，你看像这个就是新的造型啊，之前没有这个造型啊，就是没有这个头盔，好吧，这是新的外观。我这个就 1.2.0 啊，我的马腾还是可以玩啊，所以我猜没有问题吧，读取上应该没有问题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做好准备，当我快速移动画面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糊啊，啊，这个我没办法解决，我觉得它应该就是这样子，除非我用双机实况，就是我要放两台电脑，不然单机实况应该就是这样子，没有极限的，我已经调不好了，因为再高的话上次观众就会累格，会很多人会累格，所以我没办法玩，没办法这样玩给各位看，我们还是要考虑大部分的网路。唉，应该还好吧，没有很糊吧，我其实还蛮在意这个的啦。有工兵，新的例会，没错没错。哎呀，不要要求那么多了啦，那个新外观有这样就不错了，在想什么。CA 不做的话你们就没得玩啦，说真的就是这样啊，我们也都是他怎么做我们就期望他能做得更好而已啊，不然这种题材不会有人在做啦，你们只能玩手游啊。哎呦，有种哦，友军正在遭受攻击，射手就是友军正在遭受攻击，让你们瞧瞧司马伟的厉害，还有我的重装骑兵、铁甲骑兵，将让我喜不自禁。珍惜你剩下的每次呼吸吧。哦，舒服。突然黑掉？我没有突然黑掉啊，有吗？有突然黑掉在跟我说啊，我看是没有了。敌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你看铁甲骑兵根本就连血都没扣，虽然他冲的是工兵，但其实他战损在是真的很低。做好准备，盒子智慧，鬼胜万物，
赢嘞。铁骑准备完毕。上吧，尽可做得更好。若是仅凭三言两语便可免除刀兵，那也罢了。红啊，司马伟，虽然我看不出来你到底是谁了，全身都是红色的。啊，你这样子就在那边给我绕圈圈就好啦，很会啊，你就绕圈圈就好啦，都不要回来啊。哎，竟然，哦，还有援军是不是啊？胜利近在咫尺。还有援军啊，不跟你客气。有啦，这个被射得比较痛了啦，这正面冲就有点，我们散开一点。冲啊！那我不小心冲到骑兵身上啦。哦，真是有趣，有趣。哦，真是有趣，有趣。哎，我叫你冲锋，你在干嘛？敌将已被我军斩了。冲啊！跑起来！听命，一起待命，速速前进，快跑！哎，哇！加快脚步，差点中招。进攻，动作快点！冲啊！差点又安迪难度下去。快快快！冲啊！铁甲骑兵。我有开血包啊！你是无胆鼠辈。嗯，应该就这样啊，赢了。狙狙，狙狙，史密达，赢啦！伟哥冲锋。哈，敌将已被我啊！不小心杀太多人。军师不会领便当吧？哇，你看这两个铁甲骑兵啊，爽杀啊，爽杀！不过送太爽了，虽然说他们骑士很硬，但是不能送这么爽。乱军终于得以平息。司马伟算八王里面的干架王吗？目前看起来很像啊，应该是吧？看他们都死光了。讨平乱贼，澄清四海。我不知道司马爱，可是他玩法上其实蛮火爆。司马爱我还没看过啦，所以我就不知道了。司马威跟曹奂宣战，风驰电掣。吴夫人苏贞，这是啥角？10%人口换长安，熊熊斗志，不用了。点燃激情，痛击敌军。点燃激情，痛击敌军。没有人可以拿斧头啊，那个装备没用啊。我们又拿到一把斧头了，但是我没有人可以拿斧头，对，没有用，对。啊，没有用，啊，直接打吧！释放怒火，消灭敌军。等人都全力奋战。叛军还是黄巾军？没有没有，叛军没有黄巾军，叛军就是正常的那些叛军呢。先收下了。呀，国库加500，然后狂热度又上升了，舒服。接下来我们打哪里啊？采玉场，对，下一个目标就是采玉场。然后这样行不通。司马亮好像有点看起来很想过来的感觉哦。洛阳港要不要升一下？感觉有点贵。注意，嗯，这样就好了。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动的。外交看一下，议和没得议和，没有什么好议和的。好，就这样，待会儿算我求你个人情。黑荧幕安安啊，比我晚来的，没关系啊，才刚开始而已啊。组成联军，然后给我叫我每回合给他85块，就跟我组成联军哦。先不用啊，如此值得。我记得司马颖这家伙好像很常会去跟别人组成联军，他感觉很像是那种会跟人家交朋友的，我不确定啊。我在测试的时候玩起来的感觉是这样，所以我不要跟他交朋友。战锤叛军
超强好吗？心怀怒火。哎呦，直接摸得到哎、欸、哈、哦，可以。而且你知道司马伟最强的是什么吗？你们知道吗？梁承安啊，梁承安，各位好。司马伟最强就是他一开始就有夜间战斗了，你们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吗？他的军队一开始就拥有夜间战斗，这个超强的。设宴摆席，欢呼庆祝吧！设宴摆席，此城归我军所有了。好啦，灭国啦，再见。司马迪就不打他了呗。我还以为你死了。司马泰是不是？司马泰看起来有点不太爽哦。司马泰这样不行哦，我这样会不开心哦。司马泰，而我怕去打他那个司马亮跑过来，我就GG了。Shit， 先点足智多谋，点那个啊。他这一代的那个这个 DLC 的那个将领技能好像会有点不太一样，不过这边看起来是一样的，就是他的科技树有点乱跳啦，不过一样是换汤不换药的东西，好，就没什么特别值得谈的。没有东西可以装吧？啊 ，OK， 拜拜，就这样。洛阳港感觉好像就升一下算了。等一下，不要，我还先不要升好了。参见大人。我在等他三等的时候招他的新的部队啊，就是他三等会解锁那个楚国的兵，楚国的特种兵，所以我比较想要等他三等再招。安迪为了避免血尿，选择伟哥啊。我们保证，你的势力不会覆灭。司马魔。哦，我一开始就有那个陈蜀国啦。甚善，我都忘记你们了呢。南阳王是我的陈蜀国啊，我从头到尾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啊，超好笑的。跟叶皇后夜间战斗，那个皇后在历史上好像不是个美女，你确定？打起精神来。那我就去把司马泰灭掉吧。干，那司马泰在那边感觉哪一天就会弄我。那我去弄司马泰好了，还是下面有谁？下面好像跟我都蛮友好的啊。八王，请坐。勇，谈谈吧。雀勇是不是？不太清楚。明天台北有放假，我不知道啊。我不知道外面天气怎么样。任务。任务其实只有一个可以做啊。他这次任务有点不太一样，他有些势力的任务。像这边势力任务是你有一个征召士兵跟犒赏士卒，然后你看。他们也会扣狂热度，但是我现在正缺狂热度，所以呢，我不太能去消耗狂热度。哦，狂热度我们必须要撑着，所以狂热度大概是不会做的。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粮食生产。那另一个是征召士兵啊，五元速率加 30% 哦，干他妈超强的，可是狂热度减很快啦。没关系，我们先做那个粮食农业开发就好了。厂是不是啊？好，厂，看一下哦。继续生伐木厂好啦。长安修一下。OK， 我们去打司马泰。拿起武器。司马泰看起来很欠打，不然我还是先给他招部队好了啦。招两个那个剑卫，直刀剑卫，然后司马亮再怎么样，我可以卖陈蜀国，所以暂时应该是不用太担心。外交应该也没有新的贸易对象了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可以升，那算了，没钱了。厂长，司马泰问你怎么还没死，是不是？明天放他继续领，不用啊，我就没差了。你不用怕我们。等一下，这是谁？徐岩是谁？我跟他签互不侵犯条约，有1000多块哦，还蛮爽的啊。可是，干他在什么地方？我连他在哪都不知道。你在哪？
看你在这里啊，签签签，这个好像可以签了、啊、看一下有没有别的方法，好像别的可以谈判。请求定期付款呢会比较多吗？我请求定期付款好了，那么远暂时没空理他，就跟他签了吧。啊啊，每回合付款，深思熟虑则事半功倍。我不要跟阿亮议和啊，我要打阿亮啊，我就是要打阿亮才不跟他议和的啊，我就是为了打他，所以我才跟左边这群人搞好关系啊。我不想跟左边人开战，我要去打阿亮。阿亮跟曹奂组成联军，跟陈雷王，没有啦，陈那个陈留王了。才华真哦，看一下，英灵取向加五，财富取向加五，国库减300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个心灵取向，第一条第一格达成之后就，第二格达成会得到 20% 的史实量增加，还蛮屌的、欸，还蛮屌的。逃跑安安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啊，其他也没有。我们可以撑，我们可以用一下财富取向，没差、啊，300块，这个比较划算的、啊，全部打赏，全部打赏，哦，大家都有钱拿、啊，开心开心。万民安宁。我们要闯入司马泰领地了。振作起来，向世人宣告我军大业，出发！好，冲进去，上他！3000，3000，这样。郑情如安安，大晋要跟我组成联军，然后要我付那么多钱，去死！那就如此吧。突然对晋惠帝感到同情，晋惠帝不是也还真的蛮可怜的吗？晋惠帝就是被不是就贾南风变成也是垂帘听政这样。啊，张华挂掉了，死太快了吧！国家施舍 ，OK， 任务完成了，我们继续升下一个。嗯，哪一个好嘞？军事物资补给哦，建造花费看起来是里面最有用的、啊、感觉，先升这个好了。黑灯安安啊，感谢到场，感谢到场。惠帝是低能，心怀怒火，奋勇行动，稍事休息。我先过去看一下，安定没问题，可以打下来。下一回合应该就打得到了。OK。司马泰，我来喽！不要怕，我只是在旁边走走逛逛，你不要紧张，不要惶恐。啊，这里城墙升一下，反正有一笔钱的。对嘛？我就说了，三国的阵营也这么多，他就可以动那么快，为什么战锤不行？那就是他演算法的问题啊，他城市的能力问题啊，就是他当初在做那个引擎的时候就已经是没办法做那么快了，所以。我真的很希望他战锤三的回合数可以过这么快，干，哎，徐远，完了，去死啊！我们的激情，我他妈怕你是不是？司马伟就是猛男，好不好？连续进攻，对，城之内是不是？城之内偷跑，不是偷跑，是我跟 CA 有一腿，所以我有，嘿，我现在我跟 CA 有一腿，所以我可以提前玩，怎么样？羡慕吧？你们也可以跟他有一腿啊，只要卖出你的屁屁啊，卖屁股你就可以玩了。好，来吧，看一下快速贸易还有什么，一样没有什么，好，继续。请君三思。做梦啊！真是贪得无厌。他举手的时候露出来是一毛吗？什么东西？你说我？怎样？男生有一毛不行吗？性感的象征哦！拿起武器，司马泰，不要逃啊！陇西王是不是？陇西王是不是？关键一胜就自动战斗啦！我军如有天助，气焰大胜。八王之战的版图好小，没有啊，版图没有变啊，版图没有变，还是那么大，好不好？成甚善，钱收下了，发现宝藏，势力覆灭，司马卷散，
没有啦，他地图还是一样这么大啦，不要怀疑啊。你如果玩司马爱，你看你就是孙坚位好不好？长沙王，长沙王就在孙坚位，这里又是你的了。我觉得这边这一片又都是司马爱的，这是孙坚继承好不好？孙坚上升，我孙坚地怎么那么大了？我的地怎么好像看起来有点大？我的那个也看起来有点大，我是说势力。获得随众，嗯，又是癌症，没错，又是癌症。怒不可抑，怒不可养，抑啊，随便了。哎，他有自然之友，哎，妈的，点这个，所有突袭骑兵伤害，干点这个。嗯嗯，司马爱没错啊，但英文也是写爱好不好，我没有念错啊，司马爱我没有念错。嗯，应该点上面。好了，我们的传奇铁卫终于三等了。大人有话直说。哎、欸、呀，我们把这个剑兵换掉，干，你看他现在三等，他就可以直接招这个特殊单位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快啊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很棒啊，就是你终于可以有一些单位前期就用得到了，一开始就可以招这个，真超强的，能招这个真的超强的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我看一下，剑兵换掉了，剑兵没什么用，换成楚国步兵吗？因为我觉得楚国长枪兵比较好用。招长枪兵好了，换成长枪兵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这样就好了，已经很贵了。安定的农地我们也拿一下，然后呀，就这样。司马官方也是爱啊，我没有念错啊，不是义啊，官方就写司马爱啊，我就照着念啊。对啊，就很像左军战士啊，很像啊。确实啊，不否认。打起精神来！但这农地不想走到两回合呢。好评乱贼，咱们澄清四海，直接强行军过去看一下。呀，没人，非常好。占领他要多少钱？谨遵命令。没血。我们先留点钱好了。上佣升级啦，上佣升可以升城了，我看一下。嗯，我们现在应该只剩跟司马亮开战而已吧？对啊，那司马亮也还好啊。我们把安定抢下来吧。我看一下，考虑一下军事通行权的问题吧。考虑一下军事通行权的问题吧。不行，你自找的。我大腿上是什么东西？我大腿上哪有什么东西？那是我的巨蟒啊。我怕他要4000块之后，还是留着钱好了。金氏之才，有一名自称有独门绝活的奇人登门拜访，他声称能将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倒背如流。哎呀，原来是观众啊！对对对，这就是键盘观众，好不好？键盘侠啊，可以倒背如流，但是空口无凭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有一个键盘侠来了，说他三国超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办。应该是我玩司马伟，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战斗很少啦。我玩司马亮的时候绝对不是这样，司马亮从头打到尾，一定要手动战斗。因为我觉得是司马伟现在这个局面不是，你们再看下去，我觉得应该不会那么简单了。送客没有斩的啦。司马伟会增加经验，我干嘛不选？选了、啊。财富取向看起来不错啊，增加财富取向好不好？没有财富取向 ，what？ 那我增加那个心灵取向吗？我们这一次就走心灵取向啊。然后我再说一下，就是这一代为什么我会说这个 DLC 还蛮不错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四个取向，你这一次你走心灵，你下一次再开司马伟起来，你可以玩财富，
那你在下次开你或许可以玩全部精神，我觉得那个玩起来感觉都不一样，像是你玩精神取向，你就是玩外交关系，你就是玩外交关系，好吧？送客不要啦，算了啦，我觉得加经验不错，我觉得加经验不错，我不要送客好了。我刚刚没有看到，不过，呀不要，还是要4000块啊，贵哦，好贵哦，还是要4000块，贵爆了，没关系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不是西凉吗？靠，那我上面是不是也可以站一站？哼，流程。哎，这家伙怎么会有金装？这是我本来的将领吗？看他身上竟然有金装，哎，好哦，而且造型不太一样哦。哎，他可以拿斧头，哎，给他拿。哇，好猛哦！哦，他是我一开始就有的武将。等一下，这些都要4000块，很贵耶！我靠，开玩笑是不是？威廉劝安安 ，BOSS 安安，我又要再玩一次马腾了，是不是？我不会与你为敌的。啊？等一下，你人在哪？你在这么下面，然后跟我互不侵犯，什么好处都不给我，你确定？你确定你要这样做？没这种事情啊。那就下次吧。你如果要跟我签互不侵犯，你就要给我钱。比马腾强太多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马腾也蛮强的啊。你们又在误会马腾什么的？4000块将要8000块，真的很多哎。是可以卖粮啊，嗯，好吧，找个没有饭吃的司马魔，真是倍感荣幸。提议交易粮食，卖他一块，卖他一点粮食吗？我以为只能拿17块去死啊。欸，他我觉得难度应该不是在这时候体现的。我觉得我们先去打司马亮啊，这个等下有钱随便再派一个将军过来就好了。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把部队耗在这边。对，我觉得我们真的有钱，我们在这边创一个部队去抢就好了。我们去黄河高速公路，准备往下。我们要回去打人了。可签订贸易协定加一，点了。哦，就这样。没错，不要浪费主君在那里，我们要去打司马亮。如此才能避免无谓的冲突。司马迪军事通行权，然后给我1058块。嗯，好啊。此所谓两志相逢。这个司马迪感觉特别有感情啊，特别有感情。没有收费站的高速公路，我觉得司马亮自己在那边就会被弄死。所以我觉得司马亮在那边感觉他已经不知道被谁打了吧。司马亮的位置是最难的，确实是最难的。他在中原位置，然后四面环敌。司马亮一开始真的很险峻，我觉得要看这个安迪难度就是看司马亮。欸，因为你们都没有说要票选，欸，我就自己选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一开始玩游戏啊，不想这么累。哈哈哈左梦，我记得现在士族支持不会扣减城里的东西了，是不是呀？现在人口不会有负面效果的感觉。对啊，现在人口多不会有负面效果，所以还不错啊。对啊，你们自己放弃权益，我都问你们了。啊，不选我就选我想玩的啊。第一轮让我摸熟一点，想不到吧？杰出的一手。
好了，就点这个吧。现在那个人口多，不会有负面效果，还不错。对对对，人口多不扣治安。组成联军，跟大晋组成联军。不要。算了，继续吧。下次要投谁啊？对啊，我最近那么忙。今天原本是我公休日的。司马亮请求曹奂参战，司马颙跟大晋宣战。我还好没有跟大晋在一起，不要跟大晋一起，大晋跟大汉一样累。做梦啊，做梦。好了，我去打司马亮了，他死定了。看一下哦，这边有啊，下面这边先灭掉，先上岸。行动，我们去打那个，这是谁？我们来商讨一番。顺阳王，仔细想想，顺阳王跟那个呀，就顺阳王，把顺阳王给杀了。司马畅，下一个目标是司马畅，我们等下干他，干爆他。互不侵犯，曹奂互不侵犯，没有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OK， 就这样。若非两败俱伤，我方一阵子没来，竟然有摄像头了，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吧？真是贪得无厌。有机会露脸啊！状况稳定的时候，等我们频道会员多一点的时候。现在频道会员成长越来越慢了，对，以至于根本不可能转正当正职，我只能混混饭吃而已，当零用钱，当零用钱赚。来吧，继续升级我们的工业建筑吧。看一下啊、哦，好、哦，饭够多，升工业建筑。脸的状况很难稳定，不会啦。敢比我丑的都敢开视讯头了，我不敢开。妈的，一堆比我丑的都敢开的，去你的！我不敢开，有这种事。等一下，司马颖感觉比较有钱哦，跟他多捞点钱。啊，好像可以狂卖他粮食。啊，我没有开喷啊，什么？你们又误会了什么？我很和善。我跟你讲了嘛，现在订阅跟会员数都不够，我不要啊，我很亏。足下慷慨仁义，我等感激不尽。说谁？我没有说谁啊！不要想那么多，好不好？各位怎么暴力之气这么重啊？来啦，司马迪，你有没有钱？欢迎。看你缺，你们缺粮食，要不要卖点钱啊？看你，我看你也蛮穷逼的。看穷逼，跟我一样穷。啊哈哈，就这样。足下慷慨仁义，我脸黑，对，脸黑，脸黑倒是蛮黑的。我会玩 Anno 吗？应该会等他 DLC 全部出满之后，还有机会吧。神都王不是种田王吗？缺粮。啊，没有啊。他的位置不好吧？我不知道，随便了。好啦，我们的。司马伟要下来咯，司马畅，我来咯，来找你麻烦了。人都不是很富饶吗？啊，他们不想要粮食啊。不如互通有无吧。不如互通有无吧。江夏王，江夏王要跟我组成联军，为什么这个这一次，为什么他对我这么，为什么这些 AI 对我很好的感觉，我不太懂。他们在哪？他在哪？啊？他在这里。不要不要不要！跟他组联军没有好处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如你所愿。又东边，我要侵犯东边的，我要侵犯他的，没有道理要那个。官员叛军啊！这是这次的叛军啊！革新党好不好？革新派党军，然后啊，反正就是这样。
亚约可能是前期对我好而已啊。我跟你讲，马腾一开始也觉得，一开始就是我玩到中间也以为马腾没什么事情了。你看看星期一的时候，放了他。我们周一的那个进度，你们看一下，就是最后什么情况？干，全部人在打我，不跟你们开玩笑了，好不好？不跟你们开玩笑了。干，全部人都在打大靖欸，哇操，这果然是大汉的继承人啊。维新志士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东西，就是那个东西。我这盘是外交胜利吗？有这个东西吗？精神取向与徐元加20的外交。徐元是谁啊？我有必要跟你外交变好吗？欸，可是可是精神取向好像不错欸。好啦好啦，我们欸，又有新的武器哦，看一下哦。我们在3点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进度，我们就有 20% 史实量加成了。干，屌屌屌屌起来。哎呀，感谢新会员小红，又有一个有情有义的观众加入了安迪会员行列，本频道又可以再多活一阵子了。感谢你小红，感谢你，谢谢。正在行进，司马畅我来喽。星期一是因为刘备，感觉还是贸易赚钱快，但是你是要跟我组成联军啊？什么鬼？不要，如此只得作罢。啊啦，我又忘记要装装备了，等一下看一下装备，好好好，我他妈只有一队而已。我觉得等我打到中原这边，应该就会开始比较麻烦了。该当如此。随从。工业收入全势力加 15% 给你装，然后武器啊啊，为什么有精装 ？What？ 做出啊，竟然拿了精装结义双剑，这么屌，这局也太爽了吧！我竟然有金装，哎呀，这脸有够白啊！我竟然他妈有金装，我的武器厂可以做出金装，认真，是这样。我的武器坊竟然打造出金装了，里面是传奇铁匠，是不是？哎，重点是金装它的基础伤害很高，好不好？你们要看那个基础伤害，你要看那个近战基础伤害跟穿甲伤害加起来是2300多，你是光这一点就已经屌打了，好不好？你要看这个攻击力，还他这样攻击力是超过司马伟的，他这样这个攻击力是超过司马伟的，他那个总和伤害超级高的，好不好？真的是欧洲来的传奇铁匠，那个 SAMUEL LO 安安，感谢到场。好，感谢各位今天到场，好，重新支持起来，谢谢各位。正气如火，本频道有会员计划，真的有余裕的可以考虑支持一下。对，司马畅打你。那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，记得啊，也可以订阅一下，下方订阅按钮按一下，好不好？好频道，好直播，记得支持啊！燃遍天下，我等你出城打我啊！我知道你一定会出来的。太顺利了，感觉要退定了，不要啊！顺利就退定。母汤啊，我看一下哦。哎呦，这个点一下好啦，因为军粮点下去之后可以解锁这个五元速率加 5%，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。先点了吧。间谍我们就不玩了啊，司马伟不玩什么间谍的，刚正面就对了。啊，就这样。哎呦，这是演绎。先玩演绎啊，演绎比较能体现出，我不会与你为敌的。演绎比较能体现出将领的差别。有人说什么？传奇什么？叫什么？有人说史实比较难打什么的吗？我觉得没有啊，对我来讲史实就很简单了。我认真说，史实对我来讲真的比较简单啊，演绎是真的比较难啊。我们如燎原之火，
毁天灭地，势不可。阿王还是有单挑啊，还是有啊。吾等大意，就单挑不划算啊。定要将这些鼠辈抵挡殆尽，还要等三天才能升级会员。必须智取敌军，什么意思？所以你包括死到临头了、啊？为什么？你是说你升级会员，但是还要等三天，还是你选择升级会员要等三天？反正我的台不玩奇怪的玩法啊，什么武将守城啊，武将海啊，我不会玩这种东西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演绎模式对我来讲比较困难。可是现在其实我演绎没玩那么久了，尿性我也差不多知道了，这次也还好。啊，算了啦，不用排一排就好了，麻烦死了。来吧，让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他拿那个斧头长什么样子。啊，双剑。啊，这个双剑金光闪闪有吗？没有，想多了。欸，我觉得他脸做的比较好。欸 Julian 晚安。好啦，来吧。骑兵走同一边就好了，好麻烦哦。啊，算了，分两路啊。然后一样排一排就好了啦，不要浪费生命啊。一二三，一二三四五六一八九十 ，OK。准备就绪。我操，有一个山丘。敌人援兵已抵达。以前玩星海都要这样洗手术，有没有？洗那个无效 APN。此时的单纯控兵，我真的没在怕啊！控兵对我来讲算个毛啊！只要不是星海，我觉得控兵我都可以。星海我不行，星海我也真的已经老了。我赶快抢三头。怎么有工兵在这儿？母汤哦！哦呦喂！等，我觉得我要他妈中计了。等一下，等。救命啊！啊，还好！救命！救命！啊！还好，救到，救到！我干，他的妈的，要送命哎！去！做好准备！还想打我楚国啊？楚国长枪兵啊？做梦是不是？射烂你！狗守死吧！到底是无胆鼠辈。先拉开。时机已至。这里工兵换队，换队色。来吧，继续！我知道你能行。愿汝之刀锋立于汝之唇舌吧。敌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弓箭准备，加速前进。真选到他。OK， 这里成功。赶快！你看我楚国长枪兵几乎不掉血，猛好不好？但我有个骑兵在发呆。白白被打。
似乎很是吃力，需要帮手。有趣，你又能鼓唇弄舌，又懂战场厮杀。射击敌军，敌军士兵正在溃逃，速速前进。我妈的 fuck！ 哎，不要乱，戳爆你！剑鱼，冲啊！铁甲骑兵一冲，半条命 ，Half Life。哦，拿着精装双剑，仓皇逃窜，一群懦夫。拿着精装双剑就是不一样，好不好？超猛的，回来回来回来，杀人喽！楚国长枪兵猛啊！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很猛，明明那个数值就跟那个左军那些没有什么差别，但是看起来又特别猛。水胜万物，听命！停住！快快快！离胜利又近了一步，离胜利又近了一步。弓箭手，别发呆啊！停住！哎，军师一样软。加速前进！军师出来。军师不要乱。时机已至，哈！敌将已被我军斩了。哎，敌将死了。进军，赶快赶快！朱补，为什么不开史实排名战？我怎么知道？可是史实排名战，我现在也还好了，我宁愿回去玩战锤。说真的，回去玩战锤就好了，为什么要逼自己玩三国？三国也没什么比较特殊的。楚国步兵砍爆他，略胜一筹。为什么是军师说敌将被斩？因为军师是负责发言的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每次都看我老马，我有老马吗？我这场没有老马。战无不胜，哎，获得装甲不错哦，500多块不拿了，解补员。三国部队可以跟 XCOM 取名字就好，怎样？又想要当里面的部队，是不是？文明帝国可以啦。哎，旁边打完。旁边打的好像打得很激烈，司马亮这边好像打得很激烈，他好像一直在战争中还怎么样？点燃激情，痛击敌军。我刚刚拿到什么东西啊？武器吗？我刚好像拿到一个道具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拿到什么？忘记了。李成义安安，司马伟笑得很猥亵，你看，跟个大男孩儿。跟个大男孩儿一样啊，这么灿烂的笑容，有你们守护。哦，那因为都有盔甲，所以没差。进攻，来吧，你就把他给操爆吧，略胜一筹，我这样略胜一筹啊，算了。乱军终于靠，骑兵挂掉一队。fuck， 我的狂热度增加好慢，我是不是应该烧个城啊？操！干什么？掳掠占领？搜刮城池，犒赏三军。搜刮城池，犒赏三军。他为什么给我用农地呢？哦，农地。嗯，哎，他为什么给我建农地？我看一下。OK， 这里是 OK， 那没错，是建这个比较怪。嗯，这个不要建这个好了。霸王之乱没有正妹吗？没有，只有老女人、假皇后、假男风，没有了。不要整天
整天想妹子好不好？各位七七都在家里了，专心看八王啊，八王很帅的好不好？帅帅帅，帅起来！知道了，不会不会，黑色荆棘，感谢到场。看一下安定城，我们的安定其实也还蛮赚钱的感觉。呀，升升家这个好了，然后找个地方升个城池呗，洛阳咯。那洛阳我只有洛阳港，上庸，上庸升个城市，哦，花点钱，然后。我发现，奴骑兵好想玩看，奴骑兵好像还蛮屌的。玩看奴骑兵好了，新单位嘛，我们玩看奴骑兵是什么样子，感觉蛮有意思的，感觉很有意思。Akuna Matata。简单又好记，贸易喽。什么东西？有人断了吗？啊？又断线 ？YouTube 很烂呢，闹好不好？如你所愿。一直断焊卡是你网速真的太慢了，我现在上传才开9000而已，9000你都看不来，你应该是行动网路太慢了，这个真的就没办法，因为如果再降低画面会糊到比那个芝麻糊还糊，好不好？我真的只能开这个9000，已经是极限最低的值了。掉到300多人哦，很正常啊，这个 YouTube 断线是家常便饭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这 YouTube 他自己断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等一下就回来了，那没关系，掉就掉啦，掉就掉了，没关系啊。本来就没有那么多人了，边缘台，我在期待什么？就边缘台了，跟你们讲了。我人好少哦，天哪！看我要真女子，不然我要真女人，人也太妈太少了吧，少到哭哎。司马善秀。干，等下这间谍怎么办呢、啊？那人真是少到靠北、欸，人全部都被蒸光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是 YouTube 的问题啊！如果断掉就不回来了，那我也没办法嘛，对不对？反正 YouTube 它断线了，又不是我弄的。芝麻善秀，哎，你招募好啦！干的人太少了啦！要招一些人的啊，他的维持费多少钱啊？司马囧看起来有点危险，因为现在电脑很会用间谍，所以我觉得很可怕。八王要多少钱哦？两百多块还是300多块？我有点忘记了。真的没有人才可以用哎、欸，是被争光了是不是？还是我应该抢一抢、啊？算了，都抢一抢好了，反正也才1000多块。线上礼品哦，现在还可以线上礼品哦，捡狂热度可以增加超多满意度，还可以增加关系，这应该是司马伟的特性吧？等一下，他这么不爽、啊，我靠！好了，那你当那个行政官员，职位效果可以减腐败。OK， 好，我们看一下哪一座城腐败比较高，看一下哦。我看也没什么腐败比较高的，就你啦。任务建筑维持费减25，工业收入加30，腐败减50，工业收入加30哦。那你就在这边做任务好了。啊，又断了！我没办法，这真的是 YouTube 的问题。
这是 YouTube 他自己的问题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我设定都没调过啊，没有道理。我直播了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，然后今天就突然变这样啊？对啊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关系啊，就是他就会爆炸啊，那我没有办法。就请各位重整一下，好吧？请各位重整一下。乌那么塔塔。留神，上尉、尚书令、行政、行政，不知道啊，就各位就重整一下呗，无法啦，升级，然后外交，哎呀，又有贸易，三域大晋，我倒是可以跟大晋贸易一下，很高兴与你见面。我方同意，大晋贸易没有问题，但是不要跟他交朋友，大晋交朋友会害到自己。等一下我们去打襄阳，但是我需要回复一下兵力，然后刘审升级了，疲劳抗性哦。点这个装备看看哦。哦，现在宫廷人物如果你没有好好选的话会扣很多东西耶，所以要记得好好选。虽然我不知道在哪里看，我记得他有讲那个你要是 朝政官员互相彼此讨厌的话会扣你整个势力的一些负面效果，也我也不知道耶。明天几点会开 DLC？ 十点。我们保证，你的势力不会覆灭。只有三国的皮的不是三国，套在很多朝代，只做这样玩起来无聊吧？就看你们喜不喜欢玩喽。如你所愿。我觉得我还是会买啊，即便我没有拿到 CA 的测试版，我还是会买啊。我觉得没有到很糟糕啊。我觉得真的没有很糟糕，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玩的话。但是如果你觉得你需要有一个更有力的变化，例如整个都不一样的玩法，多了非常多新的单位，那你可以不要买啊，你可以不要买啊，因为你会失望。这个模式是它这个改法是你要很深入去玩，很深入去玩你才会理解它有什么差异。它不是那种直接视觉效果让你看到说哇好屌哦，这改了好多东西哦，没有，你看不到，它不是视觉效果的 DLC。等下一个啦，这个一定是先做好的 DLC 啊，你们不用想了啊，这个就是先做好的 DLC， 它并不是后来开发的，所以它一定是用比较少的成本去做这个 DLC。你们不用想太多说啊，这个可能要做多屌多屌，为什么不做三国扩充的内容？没有，那早就做好啦，早就做好啦。考虑一下我方提案，胆敢轻视我等，五家之殇也是很晚才出啊，他也不是隔了一个月就出啦，这个才隔一个月就出啦，那早就做好的内容了，就慢慢等啊，不要急不要急，好不好，各位。大晋跟司马亮议和，好，开始了皇后的任务线，皇后的任务线开始了。CA 最近有在 CA 之前就已经有在问我们说，那个我们觉得现在科技线哪一个科技线最没用、最好用，然后哪一个兵种最好用、最难用，就是类似这种问题。他之前有发一份问卷问我们。这些合作的对象，就是合作的这个社群的意见领袖啊，那我们有稍微回答一些，就是我们的感受，所以我觉得他之后会改啊，觉得会改啊，拒绝，我的武力又撑不上去，没有用啊，我每回合扣武力不是吗？哎，你要看一下。给吧，反正粮很多，捐献粮食得宠。
精神取向啊，听命捐粮。我们先不要这么逆天嘛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各位真的是，各位真的这样真的不行哎、欸，怎么都这样玩游戏呢？合理一点啊！他那个事件呢，我记得会连在一起，就是他那个事件是会都连在一起的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农地比较深，我觉得我就可以去组一个部队去抢那个木马场了。感觉那么贵哦、喔，桥顶。哎，算了。管工预设。折柄袭宁神，我们争一个去抢木马场吧。等一下，你要跑了是不是？苍艳阳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对嘛，还要更高的官位。先这样吧。都是朋友，还请笑纳。都是朋友，还请笑纳。司马魔要求我援助，我要跟谁打？草换接受啊。达成一致，收获颇丰。这家脚啊，家。皇后的恋爱游戏可以这么说啊，这色路线没有这个东西吧？都是自家兄弟。司马偃月攻击，好、啊，来来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成果颇丰，开始了。司马伟的大汉会为足下倾尽才智。司马伟的大汉来了，等一下受邀加入联军，杀小。卫东联军是谁？干，他们组成联军？好好好，加入加入。此所谓两志相逢。开始喽，东西战争要来喽！联军，联军，啊，开始！啊，我们升的那个位阶势力级别到中王之后，就可以升级下一层的科技。啊，它就是这样运作啊，没有很难啊，没有很难啊。你要说他这样做很随便很简单，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啦，但是我觉得做得很复杂也没有用啊。因为呢，三国的本传我玩到现在，我改革数都是那个点法，我也没有再点其他的，我不觉得那有多困难。陆军补员速率加10，没有啊，我先点那个补员速度。又断了。关键一胜，那就直接打吧。成天所助，我军必胜。多吃好多广告，可恶！我不知道是不是台风的关系啊，就我无法解决啊。此城甚善，因为我的所有设定都没动啊，那我们已经直播一个多礼拜了都没有事情，那就不会是我设置的问题了，绝对就是他自己的问题啊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。对啊，我们点一下那个捕获率增加 25% 的技能，太棒了。工具铺或者是深层墙，然后司马善秀往上冲，整装待发，不断前行，不断前行。17，相信直觉。襄阳，哎，我襄阳控制吗？哎，我襄阳控制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重点是今天断回来电影广告，跟我没关系啊，这是 YouTube 弄的、啊，跟我没关系啊。黄金化有出料化吗？没有，没有吧，没看到。不过那台只有这里的一半，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人数多，然后他有平关的问题啊，这我就不懂了。我们应该去打司马亮了吧？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要去打司马亮了，好吧？差不多了 ，Go Go Go！ 如此，定能使你我都满意。局员不要啊。
啊，你我言语轻快如流。我太快跟他签军事同盟了吧。两倍速看完前面，现在来跟安迪安安安安呢 Colin Ken 安安 What？ 我选，哎，我不应该这样选的。等一下，现在情况变成什么样子？我看一下。不是啊，我本来就没有要跟他同盟啊，为什么变这样啊？我现在跟什么司马莹军事同盟，然后干，然后反而跟那个徐岩脱离关系耶，白痴哎！我们说好卫东联军的，怎么变军事同盟了？司马迪哎，因为司马迪也是军事同盟，哈哈，算了算了算了。阿姨不用阿姨啊，这个没差，我只是不爽而已，不爽不需要阿姨，好吧？冷静沉着，向前进军。木马场4000，下一回合。然后有人要跑了，哎，苍艳阳要跑了，算了，不然你跑好了，我把你脱光。我把你脱光啊！脱光，然后把你撵走，妈的找别人。嗯，徐远离我太远了，抓他太浪费时间了。匡飞，22岁，上次效力于司马颖，糟了。匡飞好感度比较高，可以。这个苍艳阳我看是算了。好啦，我们放着吧，反正他如果要走就走啊，没差的，反正他已经被我脱光了。都是朋友还请笑纳，都是朋友还请笑，哎，好，此次会晤成果我们的司马摩汉啊，司马摩汉这个我们的大汉继承人啊，他又在帮我增加敌人，他又在帮我增加敌人了，他帮超棒了。毛玄是谁在这里啊？请求定期付款好了。哦，好多钱，好多钱，可以可以。190，200嘞，205。好，嘿。我方认为如此，足下定能满意。安安呢 ，Steven？ 期待你的答复。哇操！哎，他真的。你能看到利益所在。我心甚慰。哇，他宣天下哦！卖粮先不要卖啊，10点粮不稳。中秋佳节，中秋佳节，干他知道现在要中秋佳节是不是？哎，中秋佳节，所以他们在烤肉吗？哦，不是啊，他们在扫墓。我想说有烟。先抢木马场。深思熟虑。哎呦。OK。这是马腾挡刘备，不是啊？哦，你说呀，差不多情况。满腔热血，我看一下往哪里打比较好。司马，这怎么念啊？司马林，快点！司马淼啊！我要去打江陵王了，妈的，好死了，不会念了。悉心节欲，待时而发。讨平乱贼，你俩不会念哦。准备行动。冒，好，冒冒冒，看人名字都取那么难念是怎样啊？比较潮是不是？就是那个时候的文青最喜欢取这种很难念的名字，冷僻字。哎，足下名声在外，吾等早有耳闻。甚善。哎，再会。
这司马亮真的是，这司马亮这样不行欸，采玉场你不打，然后你硬要打我的襄阳，好，可以。不是明天才出，因为我跟 CA 有一腿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可以先玩啊，你们不行，因为你们没有卖屁股，我卖屁股了。机会到来，为其守密，卖屁股就可以玩了。愿万民安宁。去你的！振作起来！你打屁打是不是？我以为他要去打这个采玉场，就是他没有去打采玉场，他竟然先打我，是什么鬼？完了，朔方，我要把朔方组成战，朔方组成要先战，先不升级了，先打这里。哦，司马亮来了，算我求你个人情。圣善，再会。只不过是让主播实况组可以先偷跑的福利而已，算是啊，不然呢？这就已经很好的福利啊，不然要怎样？把公司继承权给我嘛，把我当继承人，对不对？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啊。敏感情报，一个臣子不慎说溜的嘴，你可以利用敲诈一笔或者怎么样，尊重下属的心意。哦，精神取向好像有点高啊。哦，我现在跟所有外交势力关系加4，然后我的史实量加20。可是如果心灵取向到下一个阶段，我全满意度会扣5欸。为什么？还不能撑太满欸，撑太满还会扣满意度欸。算了，控制一下心灵好了。心有所欲，隐而导之。欸，这家伙有点麻烦哦。欸，等一下。怎么那么多人？等下我先打他。但这江陵王有问题。开始了，最好玩的时候来了。干，朔方被抢了，赤云的。准备行动。干，朔方被抢了。准备远征。完了。我只剩盐矿可以拿了，废要不行。藏庸看一下，古物储藏，古物好像有点多了。有一个任务好像建孔庙嘛，我们建个孔庙啊，就这样。不要怕，司马伟，一个善于争斗的男人是有夜间战斗的，好不好？想跑、啊？你不是我们的敌人。等一下，你是？他在哪？哦，你是不是？好，可以啊。今日你我达成共识。先不打你，好不好？妹子弹劾，我们是可以接受的。我钱不够，本来就抢不到。没有啊，过去的钱就会够啊，不要怕、啊。好，完成任务。谣言攻势不见成效，近来流言四起，指称我就是背后撤走魏冠跟司马亮的罪魁祸首。这摆明是皇后的杰作。不过因为你表现的落落大方，使得谣言影响有限。只要你再展现出一个慷慨大度的胸襟，这些恶毒的蜚语想必不攻自破。减低伤害啊，不然怎么办？组成是8000哦，好好。拿起武器，干跑屁跑！斩遍天下！完了，又追不到了。有没有人？干我，又追不到。但我应该扶他的，哎，应该扶他的。可用军队不用，然后冒商贸收入腐败减5，人物经验加10，商贸收入增加好啦。哎，你要跑了没？啊，剩7点了，要不要跑？哎呀，很凶是不是？脸很啊，这个脸是很凶是不是？来啊，抢盐矿！抢盐矿时间哦，安定，看一下哦，长安
长安有任务可以做，看一下。荒飞集结回合数减三，烂。那你去安定做任务好了。OK， 就这样。研发速度增加。等下下降下一盒没办法占那个地，不能研发。好，就这样。下一回合。请君三思。没有三思啊。胆敢轻视我的，定要记下。宁思华晚安。完了完了，司马样来了，司马样来了。烦呢、欸。哦，他回去了。我要扶他了，我要扶他了。不行，我要扶他。绕远路。又是皇后事件啊，你没有看到一连串出现的这个事件吗？这就是这个 DLC 最常出现的皇后连锁事件。绕远路，你治国有方，进退得宜，终于赢得皇后对我另眼相看。你试图高进却被阻止，进城阻止，你可大可直接向他陈情，但会惹怒他的党羽。干的，我要走那个假皇后路线啊。我要走假皇后路线，我要攻略假皇后，我要陈情。嘿嘿，前进！干你娘！我要伏击他。这个司马亮我再打不到了吧？襄阳送他好了。原地候命。我要走我们的假皇后路线，对不对？攻略他，舒服。作坊的木马场又可以升级了，持续的升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要抢那个抢盐矿嘛，在干什么？作死是不是 ？OK， 抢下来了。大人到此，那就可以解散了。生辉有何吩咐？倒回，好，将盐矿跟木马场我们就有了，还不错啦。哎、欸。阿威上来了，定会为足下倾吐，那就如此吧。攻略龙骑士，没错。什么故事？八支箭吗？我的盐矿呢？抢了。只能忍了。曹焕要跟我议和，然后又给我钱，好啊。后会有期。陈雷王啊，我先打你的司马亮。哎、欸，他竟然没有被我骗哎、欸。那我要去打那个司马亮了。滚你！好、哦，是你逼我的。准备行动。是你逼我的。向前进军。我来打你，司马亮。我又有什么办法？这里就可以研发速率上升一下，然后 ，OK， 就这样。安娜 ，Jackie Chan。你好啊，安迪，边缘的安迪老师，没错。这次的更新士兵造型有更改吗？我没兴趣灭了你。旧的没有。雀场。啊，他的名字好烂哦，原来这样念会变成雀场。好难听哦。保障自主，做梦。算了，继续吧。废帝朝换，应该是啊。末代魏帝，没错啊，是啊，就是他。就是他啦，精致武器，又有武器了呀，可以换呢。公孙弘有武器拿了，新玩具，保持原样，迈向胜利。看一下哦，吾等大业，天意所归。操！哎，爹们，白玉场。我钱还蛮多的，其实钱还蛮多的，真的城市，嗯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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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客气啊，司马亮，你 是傻啦？先再招一队，
应该也还不用吧，等一下吧，我人也不够啊。雪地现在缓速被降到 15% 而已啊，所以他还是死定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有那个弩骑兵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他在哪里？这里啊，长得差不多啊，就是弩手坐着马，好不好？利于穿甲，机动性，散兵，冲锋不好，合理，然后稍微有点护甲，一样有250的射程，但是机动力特别快，所以其实还蛮屌的。来吧，菱形阵、锥形阵、书阵、风筝到死、切散兵模式，然后这弓箭手就放在后面。1 2 3 4 6 7 1 2 3 4 6 7 8 9 10，啊，就一样排一直线就好了、啊、现在没有什么特别，就不用排那么麻烦的阵型了。哇靠，1 2 3 4 5 6 7，七对弓箭手，我去压迫他一下。那我这我还是得跑啊！无期用气，准备开战！你知道吗？我司马伟其实可以用弓箭哦，想不到啊！我有带弓箭哦，啾！哎，你射去哪？我叫你射他，你给我射到这里来，对准马桶好吗？算了，我还是用近战吧，那个弓箭超没用的。哦，铁响射击，冲锋！哦，一冲就友军正在遭受攻击，一冲就快溃散了，哎，溃散了，好快啊！加快速度 ！Oh no！凤凰之火，啊！这里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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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跑。你若身死，天下定会为之欢心。可怜之语，前线进攻，出自可怜之口。弓箭手，一人一队，谢谢。敌军士兵正在溃逃，哎、欸，很会黏呢。铁甲骑兵冲！你以为弩骑兵不能冲锋吗？冲你！前线交战 ，nice。直接屠穿左军战士，到底是孤胆鼠辈。骑兵准备，你以为我军师不会冲锋吗？弩骑兵冲啊！八王 AI 也太弱，没有啊，我觉得本传也是这样啊，他 AI 又不可能重写一套，他 AI 又不可能重写一套，不要想太多啊，他本传也是这样啊，跟那个没有关系。呀、yeah, ，正在溃逃，可以。
冲锋，铁甲骑兵攻击，然后弓箭手射这队，这两队飞回来射屁股，射在屁股上。打秦玉香，这里回来重新列队打你后面这家伙好了。然后左军战士，不是左军战士，是楚国步兵。楚国步兵。哈，敌将已被我军斩了。呀，很弱。哦，这军师掉血快要爆炸。好啦，这边差不多也都撤退光了吧？行。司马伟好猛啊！虽然他满脸都是血。离胜利又近了一步。铁甲骑兵啊，你说巨装骑兵？铁甲骑兵一开始就有，对啊，一开始就有啊。司马伟初始的队伍超强的，援军他到不了前线啊。藤子武安安呢、啊？弩骑兵没有中甲，中甲是那个重型弓骑兵，重型弓骑兵才是中甲，弩骑兵不是。快去！战锤的 AI 感觉比较强哎、欸，没有吧？三国 AI 比较强。我们保证。你的势力不会覆灭，都是你害我。干，这刘备，刘备转身，不是战锤 AI 比较强，是战锤的兵比较难打。干，有间谍，我第一次看到有间谍。我玩这么久，玩到现在第一次抓到间谍。我从来没有抓过间谍。释放人，此人充当反舰。好啦，反舰回去啊！司马颖竟然派间谍弄我，这家伙，我跟他是盟友哎、欸。敌方间谍行动，推动贸易，刺探司马伟。妈的，果然啊，八王之乱就是这样啊，没有好朋友呢。精神取，我觉得精神取向不能再上升，心灵取向不能再上升了。精神取向可以再上升吧？财富取向哦，财富取向不错啊。士族支持减五，算了，下令百姓卖屋，啊，给我卖房子，去当钉子户，从你我做起。整体眼眶。我第一次看到间谍啊！我第一次看到竟然会有间谍被抓的。反间他，他终于现在间谍终于会做事情了，就是电脑的间谍不会再挂网了。之前都不会啊，之前电脑的间谍不是会挂网吗？那就是 1.2.0 改版的内容，所以呀，不错啊，我喜欢。等一下，单一移动时增加速度，这个很重要。移动距离加25，这个必点。然后你呢？点这个 ，OK。那司马，哦，这盟友，还看错了，他也就打下去了，他应该会跑走了，我追不到他吧。我应该追不到他，对，他跑。向世人宣告我军大业，烈火燎原。没关系，我们准备把司马亮给宰了，因为我现在狂热度叠不上去、欸，我是说要烧城啊，我是说应该要烧城一下，不烧城好像叠不太上去，可是太上去好像势力关系扣的有点多哎、欸。
好像也不是一定要叠狂热度啊，我觉得好像也不一定，看起来没有一定要。嗯，我好像在玩 Kingdom， Kingdom 是哪一款游戏？行军啊，行军什么？野味心情不太好啊，算我求你个人情，是吗？拒绝，如此只得作罢。没有钱就卖房子啊，这还要我交？都是朋友，还请笑纳。谁又打了啊？又你，又来了。刚刚才跟我议和，然后现在又打，打成一致，白痴，收获颇丰。他刚才跟我议和而已，然后这回又打我。对，这个 AI 还是一样没有改这件事情。他明明就打不赢我，但是他就是要跟我宣战，他就是要去打他，他一定要打我的陈属国，完全不能放弃。市场管制完成。再来我看一下哦。哇、哦，哎、欸，这个科技线点一点就可以点到黄龙军跟玉龙军嘞，哇，还蛮快的，还蛮快的。中间这个间谍线虽然，中间这个线串一直往下点，好像感觉不怎么样，但是它后面只可以直接解锁月龙军、重骑兵跟重型攻骑兵，还不错。伏击几率加10，兵刃间谍维护费减，陆军回复人物经验心想。20，好了，先研发这个好了。这个科技线，等一下我想看我要走哪个科技线。科技砍超多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嗯，之前科技线你们怎么点都是那些，我觉得没有比较好啦。我说真的啦，就之前那个科技线就那样子啊，你会怎么点？重型铁甲骑兵。哎、欸，那铁甲骑兵是哪一个科技线的、啊？我为什么一开始就可以招铁甲骑兵啊？所以铁甲骑兵是人物身上等级耶。你如果点这个五人世家这边一直点到后面，就可以直接招这个黄天后土卫这些黄天卫。所以如果你走这一线，就可以点最后终极兵种。那我看我们还是点动员百姓吧。我这次想玩看这个重型铁甲骑兵，我想试试看那个东西到底玩起来什么样。悉心节欲，待时而发。Go motherfucker！激情，痛击敌军。血战，略胜一筹，略胜一筹。干，我超不想打了，自动战斗啊！我军如有天助，气焰大。对啊，以前科技线就会导致很多兵种根本没开过，所以其实这样做才是好的。不要以为把一个树弄得很复杂就会是好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把树弄得很复杂可以，但是呢，你要记得做好平衡。搜刮城池，犒赏三军。因为如果你就像那个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那个 POE 流亡暗道，流亡暗道一开始他那个星盘看起来很屌嘛，哇，好多路线哦，什么都可以点，但其实你只有一种玩法，你这个职业就是不这样玩就是很弱，那我觉得那样玩就没有比较好，就一样。你如果要真的做那么屌的科技术，你就要把平衡弄好。等一下，我不要。没有啊，我直接用第二个选项就好了。因为狂热度如果跌到第三个的话，会跟外交势力关系减那么多。可是我不需要那么高的补员，所以我也没有必要把狂热度跌到第三层。所以其实是没有必要的。哦，这个商贸港倒是可以升级一下。好的，为了大晋，就像为了大晋。不是为了大汉哦，他们会喊为了大晋。你在这虽然不讨喜，但我们必须休战了。
你又谁？异阳王，异阳王，无名公主，无名公主是谁？你又在哪里？你又是谁？啊？异阳王又是哪门子？啊！我点两下，然后他没有任何地，我应该没有看过他吧？好啦，你我都说完了。那是现在的天赋。POE 现在我没玩，我不评论现在。他最早开始测试的时候我就玩了。我敢跟你说，一开始的那个天赋树真的没有很好玩，最后就是只要那样点。那当然现在已经隔了好几个版本了，他当然是有做好这件事情嘛。我不确定，我只是说他一开始就没有做好，所以我说你把科技树弄那么复杂，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设计过的话，那你不如就像这样就好了，这样也没有比较不好。你把一局玩的时间拉得比较短，我觉得是好事情啊。你们难道很喜欢最后再打孙癌吗？假如他每一局都让你打孙癌，就是这次假如司马爱势力超大，我觉得有可能还是很大，不确定，我还没看到他。我期望他还是把节奏玩弄快一点，然后中间决策点做的比较快速一点，这样玩起来比较舒服啊。不要搞得好像每一场都要玩到好像儿子都出生了还没玩完，这样没有比较好玩。凯板刚开，我确定他的科技线就他的那个技能数就没有很好啊，没有什么只有后期几个流派做坏啊，是很多就你不那样玩就是很差、啊。我没你不敢乱点啊，他实际上做了一个流派让你好像可以乱点，但其实你乱点你就是玩到最后就很痛苦啊。我就不喜欢那种做法。司马亮好像剩下这一个城了，是不是？我先灭司马亮好了啦，那个江夏王随便你。释放怒火，消灭敌军。已经可以玩了，没有啊？我卖屁股。我卖屁股，好吧。啊，好啦，就这样子啦。我只是举例 POE 而已，不用那么认真讨论 POE 到底哪里做的好不好。我就说他有这个问题，他也确实存在这个问题，那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哦。我没有要说这游戏很烂，好吗？不要那么激动，好不好？那只是个比喻 ，POE 我觉得不错玩了。流程我看一下要点什么啊，点这个好了。他穿满装备，然后全身战斗装，但是在家里做任务，没办法。若我军还能再战，定当打个雨。我们轻视我等，没有啦，你们要玩是明天晚上十点才会开啦，不然你不会直接点开那个 Steam 的页面就知道了。就不用问啊， Steam 页面上面就有倒数了吧。你澡也洗太久了吧，小苦苦，你澡也洗太久了吧。What the fuck?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完了，我不打他的话呢，他又不出来，他不出来，我又要继续围城，围城又很伤神，血战惨胜，我感觉又。你知道为什么要等这个时间吗？因为他是看英国下令时间的，他不是看台湾时间啊，他是看英国下令时间，对他们来讲，那就是一天啊。那就是8月8号的开始之类的吧，我记得啦。没有，是他们下班时间，下午的3点。对，下午3点是英国下令时间，就是他们下午3点。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 OK 的时间，但对我们来讲就很晚。干，这超级掰的，我要打。不要手动，我不要。设宴摆席，欢呼庆祝吗？不要手动，操。不打攻城战啊，这是什么？斗一
用了用了，职责所在。恪守仁义怎么养活军队？恪守仁义怎么养活军队？司马亮势力覆灭，值。值了值了，把他灭了就值了，回去打江夏王干。打起精神来，绝不手动。那手动太无聊了，太难了，不是太难，就太麻烦了，实在不想手动。安定，官府之事，盐矿，嗯，啊，又要建孔庙，我就没地方可以建孔庙了，因为打工程麻烦，而且就不想打嘛，没有为什么就不想打，要打我也可以打给你看，然后呢，我有什么好处吗？除了累到我之外，请问我有什么好处吗？我就不想打，我不一定我不一定手动战损更多啊，我也会打啊，但是我不想打啊，因为没有好处，我为什么要打？就累啊。人会累就不想打，就这么简单，我没有好处。精神取向还要再要求一次物资，好，听命捐粮。假皇后我来了，哦，我一定要那个你向前进军，来吧，准备伏击。等下我伏击他会不会很危险啊？算了，保持原样，保持原样就好了。征集一下陈胜，然后想看手动，对啊，那你就抖吧，你抖了我就打给你看啊，好吧？30块不是不可能叫我抖，不可能叫我打的、啊。对，要叫我做一件我超级不想做的事情之前，先当个干爹吧。使用者付费啊。皇后整天要物资，因为她奢华无度啊。你不用怕我们。三巴东王。啊，好啊。你我都说完了。我要来攻略甲南风。研发完成，动员百姓。再来，我看一下哦，动员百姓研发完成了，那。嗯，补给系统吧，我想要升一下建筑。拿起武器，我看看汝南铁矿打不打下来。迈向胜利，不行，那我军队要，我军所向披靡，军队要先放着回一下生命了，都换弩兵吧。打了一台工程车，满腔热血。我觉得府兵也有点烂了，换掉了，没有必要用府兵啊，直接用楚国战士就好了。有在玩三国，怎么可能觉得只是换人物而已？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有人觉得这 DLC 好像只换人物吗？你如果认真玩，就不是啊。啊，我这样讲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有人理解啊，对不对？就真的不是啊，他你认真玩他的玩法会有不一样啊。可是那真的就是很，你要真的很深入去玩，然后你有特别你特殊的玩法，其实你玩起来感觉跟你玩原本的本传是有差别的。但是大部分玩家比较想要看到的是视觉上的变化。我等慷慨仁义。右下角好像有一队很凶猛，什么？真假的，没关系啊，就每个人感受不同嘛。这个 DLC 我如这个 DLC 我可以这边总结一下啦，就是如果你很喜欢玩三国，你已经玩腻了三国全部的势力了，这个 DLC 我觉得值得买，你可以买来玩，我觉得很不错，我觉得算是蛮不错的。敌人感受我之愤怒。等一下我扶他一下。那如果你觉得你三国就玩了一下，你也没有玩很高的难度，你就也是玩那种普通难度之类的啊，
然后只是想看武将互相单挑的那种爽感，那你不要买啊，你买一定会后悔，因为他就很像，对，就这个意见呢。干，来掉。哎，等一下，降级，士卒之石竟然往下掉了。哎，我有任务可以做。工业收入哦，工业收入，看一下，长安做工业收入的任务。算了，往上升好了。那个女的从一开始说要跑，跑到现在还没跑。我有一事相求，你自找的。甭客气，都是自家兄弟。甭客气，都是自家兄弟。啊靠，你被打了，客气个屁！去你的！你能看到利益所在，我心200多块吧，现在不是有打九折吗？哎，卢江王看到我是不是？他叫往后退，靠！豪换不？可惧强敌。起命！开战！哎，江夏王这里好像有点麻烦喽。等一下赶快围他的，不然他的兵又要长出来喽。不想让他长兵出来。襄阳城，襄阳城是农系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我也盖个孔庙，然后我没铁的，每天玩不一样烧脑的游戏。不是，这不是铁人啊，打车是铁人，对，但烧的不是我的脑，是我的体力，还有我的精神。其实我现在应该差不多要收台了，但是我想打一个段落，所以等等。明天我们还是会继续播三国啦，那个原本固定节目就会稍微的顺延一下，那我们新节目要先播一下。你不是我们的敌人。你是谁啊？司马懿。司马越，你又在哪？司马越，我更现在没看到你啊。我方认为如此，足下定能满意。这铁矿真的不好打呢。小亮哥被灭了，司马亮已经灭国了。吼，这个司马越也是各种被大家打耶。哇哇，司马越也是不好过啊，不管啦，断他粮啊。尽情厮杀，把汝然打下来，我们今天就收台，然后明天再继续。这是谁啊？哦，我们刚刚雇用的那个人哦，靠，你又不满意了。这些人怎么都那么难雇啊？他不是对我有好感吗？还怀才不遇，我宫廷没有位置给他坐了，所以没救啊。这边有鹿练师啊，虽然不是步练，但是鹿练的，好吧？紫金亭。紫蜻蜓蒋权战衣，干，我又争到间谍啊，干，真的是，我觉得我一直在争人家间谍过来玩。来建议我敌王，OK。
再招一队让他带军就好。没有，我现在想，我现在想要先发展啊，我是故意的。此次会晤哇，成果颇丰。他愿意给我钱，又肯跟我贸易，你看人就跑出来了。好啦，这个打完，我觉得我差不多要收台了。然后明天的话，应该会再招一个新部队吧。我军必胜，化身烈火吞噬一切。最后一场，良言讲完，希望各位能身体力行。感觉江陵王又出现了，对，麻烦死了。还好我有投石车，做好准备。虽然他的燃烧弹被改弱了，不过我觉得应该还是很屌吧。铁骑听令。准备教训，装前弩箭，弩手在此。大概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排一排坐十队形，不是？长蛇阵。芝麻尾都露一下，不行吗？真男人不怕露一下。哎，你会冲过来啊！我加速三倍等他。好像孙坚的声音，没有，他声音就那几种啊，他没有入心的。四级将都会要求官位，我知道啊，但是没有想到会扣那么多啊。有一些是他身上还会带一些对你比较友好的正面属性，所以他其实就算要官位，他也不会红脸，可能就黄脸这样。是新兵种吗？是有新兵种啊，这个就新兵种啊。但是我觉得他就是，对啊，楚国长枪兵啊，然后楚国步兵很强啊，很强啊，真的很强。还有铁甲骑兵，哦，这个也很强啊，也很强啊，就都很强。我是不是裸上半身？我没有裸上半身啊，我在吹冷气啊，我在杀北极熊啊。他们有要过来吗？我慢慢走过去好了。铁甲骑兵真的猛啊！我慢慢走过去看一下好了。裸军战士很像啦，就是那个定位啊。没道理啊，他们人呢？好啦，三军统帅先上，好不好？三军没有空军啊。哎，等一下，看到人了，有他要过来了。有了有了，我看到人了，哦，舒服哦，很多。好好的好的，等一下我看到人了，砸死他们。丢点火球让他们温暖一下，啾！虽然火球被削弱了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削得很弱。好，第一发、三发都没打中，你妈的！再来，哦，有稍微没那么痛了，这有稍微没那么痛了，你们看到那个伤害没有那么高了，伤害有变比较正常了。好的，稍微换一下阵型。之前砸下去，我看他应该没死，半条命啊！现在看起来没有啊，就还好哎。爆炸范围好像变小了，对对对，合理好不好？这样才合理啊！之前那个是什么一五什么
150磅炮这些是不是？我忘记那是什么。啾！然后命中率怎么那么低啊？哎，虽然说你被削弱了，但是命中率不要变那么低啊！啊，来射劫匪骑兵，我们有这个该死的弩骑兵，这是那个暗精灵的那个射手，暗精灵的弓骑兵。你看这边刚刚砸到了啊，血才扣这样而已啊，烂超多啊！不开玩笑了。152榴弹炮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名字。哦，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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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有操作到，没有用那个风筝。友军正在遭受攻击。哦，好多人哦！这里人有，这里的骑兵有点多哦。敌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这里打退，哇，超猛！楚国长枪兵，我真的是没有其他话能形容他的，就是猛，好不好？真的猛，不开玩笑。加速前进，挥动花石射，死吧！你言辞粗鄙，我当原样奉还。你看我们的弩骑兵疯狂风筝他，好爽！冲锋，指使！杀呀！杀呀！敌军士兵正在溃逃。谁胜万物？谁胜万物？凤翔云端，夜城勇士类似，没有，他比夜城勇士还强啊！夜城勇士比他烂呢、啊，夜城勇士真的比他烂，风筝到爆掉，一将已被我军斩了。哎，谁死了？哎，死了！啊，死这么快？尽情厮杀！凤翔云端，凤翔云端。啊，舒服！军师就是跟军师单挑，大家拿扇子互 A。哎，我是拿剑，我作弊。我拿剑，我作弊。顽强不屈！哎，怎样？怎样？快砍他！对，你杀了多少人？我想还不够吧。砍他！不也就这点能耐，何不再努力一把？砍他！还要玩？发誓车听命，放箭！齐听令，杀！这就行！哈！敌军士兵正在溃逃，准备就绪，停住！杀呀！逃兵，来自身边，出手准备。他到底杀几个人啊？176也是还可以啦。加速前进，进军，加快脚步。哎、欸，还是没砍死哎、欸，撤退了，撤退了，赢了。哇，强啊！楚国步兵跟长枪兵杠杠的啊。矢石已尽，无法继续射击了。啊，赢了，大捷而归，史诗大捷。舒服，嘴炮攻击，对，嘴炮攻击，诸葛村夫，他们在嘴炮，没错。全力奋战，此
战无不胜。贤与城主，这是怎样？这是外族吗？糟了糟了！讨平乱贼，澄清四海。糟了糟了，我缺人。随我来。这平衡做坏啦、啊？没有啊，不要，我就是因为我赢了，所以你们会觉得平衡做坏啦、啊。那我输了，是不是平衡又做好了？你们要自己玩才知道啦，你不能看我玩然后就说这游戏怎么样怎么样，每个人玩起来感受会差很多啦。他又要物资，好了，给你，好，我们说好要攻略假皇后的，我要一直给他食物。好啦，准备要收台的，我看一下哦。哎呀，这两个人还蛮爽的啊，那其他人就不用留了，这两个人就去死吧。他要走就走吧，啊，这两个还不错啊，对我们好像还蛮好的、啊，重用他们。贤与城主，不是云玩家啦，我是说，我把铁矿先打好。怒火，消灭敌军。我是说那个你们要自己玩才比较准确啊，你不要看我玩，而且他八王有八个势力耶、欸，我才玩一个司马伟而已。我才玩一个司马伟而已，不能这样看呢、啊。恪守仁义，怎么养活军队？恪守仁义，怎么养活军队？盛怒之下，必行大义，哎、万万不可。江陵王，嗨，好了，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那希望各位会对八王之乱的内容有所了解。那明天中午我会再上一片。十分钟左右的剪辑的简介影片，然后让你们比较更方便总结这个内容。那今天直播到这边告一段落，喜欢这个频道跟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一下频道。那有余裕的话呢，一个月最低75元的会员计划也可以支持我继续做下去，好、哦，才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看到这种先行版的游戏。啊，如果你想要跟其他观众交流的话呢，下方的简介栏有 Discord。Discord 可以加入，那就可以加到我们安迪游戏频道的 Discord 跟大家聊天。那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就明天晚上10点继续这个进度，我们看能不能把司马伟赶快打完。我每次都这样说嘛，啊，反正我们希望把司马伟打完。那明天继续晚上10点，那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拜拜。哦，你说弩骑兵哦，那弩骑兵就。好啦，反正那个军队平衡之后再看啦，那个士兵反正就这样子啊。我以为你在说游戏的平衡。OK OK， 好，晚安，各位，拜拜。